国家级救护团女排占领九龙塘。又到暑假又有女排睇，中国队梗系有份啦。寻日朝早未够钟练波，做咩好？梗系救护啦。个个唔系米八就米九，啲货架睇落真系好矮啊！因为你买了三盒机器人，我要不要再买一买化妆品，果然理智尽失。话晒喺度，人人都有1000蚊赞助费啊！系咁意都要使啲嘅，队长又点会执输啊？捉人影相是常识吧？一拍埋落朱婷度，膊头都未到，身高1.95米，真系考晒你哦！不过最 eye catching 嘅应该都系佢啊！呢位高1.89米嘅女排男神，真系靓仔过唔少人。林丹企喺隔篱都霸气尽失啊！不过神都系要 keep 嘅，孖屎唔少得。转个头去到电器铺，喂喂又有5000蚊 sponsor， 呢一封电脑搅拌机轻松立晒 ，total 扫完100,000蚊货，翻酒店唞一唞，又出发去红馆练波。哇！照旧打到啪啪声，冇手软。趁泰国队唔操，仲借场用家操到2.5个钟，咁勤力，就算买唔到飞，听晚8:30都记得开电视支持佢哋对泰国啦。